哎，这是玩啥呢？这一楼，嗯，哇塞，哇塞，下雪了，哇塞，哇哦！大家好，我是一白老许，又是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。那因为比较忙，好吧，我每次都是我忙。刚才没事去贴吧逛了一圈，算了，不提这个，剪掉。上一期我评测了 Flint 火石和那个 Swix 的奶珠，然后也有很多粉丝问我，让我把后续几个口味都评测完，所以我今天就，现在是凌晨12:14，我今天把剩下几个口味全部给大家解读一下。我今天评测的设备呢是自由身，就是我最早那一期自由身评测里面的那根。你们会说那根我不是送给我那个朋友了吗？对，我送给他了，然后后来我自己又买了一根，他前两天过来把我的那根拿走了，把我之前送给他的给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坏了。为什么用坏了？因为他从来不清理冷凝液，所以冷凝液长期堆积在底部进入机器之后造成了机器的短路。刚给我的那一天的话根本都无法使用，一抽点火就无法点。我把它放了几天，放太阳下烤，北京现在温度也不高，反正放了几天吧，现在可以勉强工作了。虽然还是会有各样的问题，但是还是能够满足我今天的评测需求。那么跟大家说一下，不管是 Mate 也好还是其他的电子烟，一定要按时清理冷凝液。如果一个产品它没有本身工艺上的质量缺陷的话，那么 90% 的问题，不是绝对吧，但是几乎是 90% 的问题都是由于冷凝液进入机器造成的电气故障。清理冷液的方法很简单，就 Mate 而言，你把它倒过来甩，第一次的话你可以用纸巾把吸嘴包住用力甩，纸巾上面会出现烟油，这些颜色很深的这就是冷凝液。纸巾挪一个地方继续甩，一直甩到纸巾上没有了那种冷凝液，你再把吸嘴擦一擦就好了。每天大概清理一次吧，按时清理冷凝液能够有效的延长雾化线的使用寿命，大家记住。好的，我评测的第一个口味的话呢，这是 Wicks 的草莓。这个草莓说实话呢给我感觉很一般，很一般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它不好抽，而是没有任何让我感到很惊艳的地方，就是标准的淡淡的草莓味。其实烟油闻起来的话这个草莓味道还是蛮香的，抽起来的话这个草莓的味道比较含糊，就是混成一团的感觉。然后我们来试它的 Grape 葡萄口味，葡萄口味的烟油闻起来不像葡萄，它这个葡萄味使我想起了2年前鸭子，马来西亚的鸭子的有一款叫水晶葡萄的那个口味。葡萄还可以，我个人觉得它大比草莓好抽，略微带点冰凉，果味一定要带点冰凉我觉得才好抽，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刚刚那草莓就不带冰，至少是我没有抽到冰。草莓我再试一下，其实草莓也算可以，可能是我太苛刻了。草莓是中规中矩的味道，但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并没有打动我的地方。如果喜欢草莓的还可以试一下。好的，苹果口味，这个苹果烟油闻起来是一股青苹果的味道，带点酸，苹果的味道还可以，带点也是带清凉的，然后味道呢是那种闻起来像青苹果，抽起来确实也有一种青苹果的感觉，没有那么的甜腻，好像也很少有甜腻的苹果哦。以前曾经有一个叫 Red Apples 红苹果，那个叫苹果冰，那是2年前的事情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抽过。苹果还可以，纯烟草。纯烟草之前呢我曾经抽过一仓，一开始的感觉就跟传统烟草的烟油的感觉很像，就是带一点甜的，然后有点模拟烟丝的那种味道。我刚开始抽我还觉得并不是很喜欢，跟它相比其他的口味而言它的肌肉感还是比较强的。我抽了一仓，抽到后面我还觉得哎还挺好抽的。可以简单可以理解为甜香烟草的感觉，这种调香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，
但是比较适合那种就给父亲啊或者给老一辈人来使用，像 XRO 的经典烟草啊， Zenith 的经典烟草啊，以及它这种偏烟丝口味的，虽然模拟的不是100%的还原，但确实带有一种烟草那种感觉，加上一个甜味，淡淡的一个甜味的调香，也还是有一部分受众是这种口味，但是整体而言它不是很流行，但是我估计喜欢的人会比较少。电子烟的话还是调香烟草比较好抽一些，要不就是纯烟草厚重感，像超级烟的15刃这样的，它虽然没有烟丝的味道，但是它跟抽烟的感觉是最接近的。好，最后一个口味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口味，也是除了这个冰酸酸乳之外我最喜欢的口味，就是 Nuts Tobacco 坚果烟草。其实我不大喜欢坚果烟草的，因为之前我抽的所有的坚果烟草都给我一种 popcorn 就是爆米花的感觉，但它的坚果烟草我蛮喜欢，一进去那个激喉感是比较强烈的，当然没有超级烟那么顶啊，但是它40毫克，它这个激喉感是它这几个这个烟油里面，就它和 pure tobacco 纯烟草这两个激喉感是最强的，但它又没有强到让你觉得难受的地步，喉咙会有明显的感觉，但并不是难受那种刺激感，入肺的满足感也很强。出来的味道呢，带着淡淡的坚果香气，没有什么其他的杂味。总的而言，这六个口味我最喜欢的是冰酸酸乳、坚果烟草，然后往后排是金苹果和葡萄。其他的口味我个人不是很喜欢，也不能算差，只能说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，因为毕竟我自蜜糖他人独养，我也只是我根据我个人的口味来判断，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的一个意见。总体而言，这一款有六个口味，一般六个口味能有三个让我比较喜欢的已经是很难得了，超过一半。一个品牌它所有的口味也没法满足所有的人，至少它不能全部满足我。好吧，太晚了，我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，隔壁的小姐姐还在睡觉。然后最后再次强调一点，电子烟的使用一定要及时清理冷凝液。好了，晚安，再见。